重建中的曹元姐妹，她们是一家人。嗯，重建中弟兄是画家。上一次我们教会是义卖的时候，德明弟兄拍卖的那个大型的国画，是我们重建中老师的作品。他在大学里是教国画的。那么我们家呢，跟曹元姐妹认识有差不多将近一年的时间。那么曹元姐妹呢和她儿子呢，每周重来我们教会，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基本上全是回的。每一周听完道之后，我们在回去的路上，她经常把牧师今天的讲道都和我来分享。饥渴慕义的心必得饱足。今天很开心看他和他先生一起受洗重生，归入主的名下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低头为朝鲜姐妹们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把曹元姐妹和她的先生，他们心爱的儿子，他们这一家带到我们身边，带到神你的家中，让我们亲身经历、见证、分享他信主所走过的心路历程。感谢你为他们移民开路的同时，也打开他属灵的眼睛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他所需要的一切，相信神你都加添给他。印着教会小组弟兄姐妹迫切的祷告、关爱、帮助，也印着我们牧者的教导、关怀，今天朝元姐妹愿意跟随主耶稣，成为我们 North Coast 的浸信会大家庭的一员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将相互互为肢体，相互扶持，相互关爱，一同奔跑天路。感谢赞美主。天父，此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和祝福倾倒给曹元姐妹和她的一家，祝福他们在这里的生活，他们未来的移民的道路、创业的过程、身体的健康、属灵的生命，我们都一一仰望交托，求主带领。也愿意他们一家今后成为福音的出口，有美好的见证，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向你。将一切的荣耀、颂赞、感恩归于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